何超儀最近为有份参演的电影远赴英国宣传，日前他参观一间电影及电视制作培训学校，妆容上忽然转玩清纯风，只是素上淡色眼影，还制造卧蚕阴影，看上去就好像是一对大笑的眼睛。超儀自爆年轻的时候曾经报读演艺学院，但是遭到已故的妈妈蓝琼英狠狠拒绝，他说我报过 APA 不过未报到，张芳我妈咪已经不签了，兜嘢掟落我块面度，跟我说你想做明星啊，那就没得报到，入了社会电影大学，我想学得 OK 的。